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呐、啊！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差不多快9点。我们家刚刚做完全家一个礼拜一次的打扫工作，然后我老婆现在正在折纸，因为明天我要去我儿子学校幼儿园讲故事。然后他们学校啊，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讲完故事之后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送小朋友，那我一直都没有准备。那其实老师有说过，尽量不要准备啦。可是，当有些爸爸妈妈有准备，有些爸爸妈妈没有准备，这样子小朋友之间同侪这边有那种比较的心态，好像有些人来都有准备，那我来都没有准备。那虽然，小朋友是表面上是不在意啊，但我相信，就是我儿子心理上还其实是会有点在意的，会吗？会有点在意。你觉得有礼物会比较好吗？哦，所以我老婆啊，她就决定用折纸的方式当做小礼物，他这边折了一些，已经折好了一些了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。像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是，小袋子，然后里面是什么？这个是钱包，哦，钱包哦。钱包里面一只小青蛙，一组这样一组。好。妈妈对小朋友很好，一组。对，妈妈，因为我老婆是幼儿园老师啦，所以她很清楚小朋友喜欢什么啦。哦，这点我真的蛮佩服她的。虽然他有时候没有比较没有耐心，可是他有耐心的时候，真的是对小朋友很有一套。再来再对折这条线线，然后这个是这一看就知道这是纸鹤，哎，可是这个纸鹤好像跟我之前印象中的纸鹤，跟我小时候的纸鹤感觉不太一样，还蛮漂亮的。最难的哦，哦，最难的一个步骤，这个也是一组。它有好几条线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现在在折什么？忘记说了，等一下，这只只好再来示范。那个青蛙是真的可以跳的，等一下只好再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还没不能硬压，我们压下来之后，对不对？上面不要的，然后啊，像他们一边在折，我一边做，不要拍到我的下半身。他们没有穿裤子，穿内裤而已。像有之前啊，就是还有除了小礼物之外啦，还有一些会令幼儿园老师或是其他家长比较困扰的一点就是。可能有些爸爸妈妈会准备糖果，或是小点心之类的，当做是奖品。其实那个心意都是很好的，只不过像有些人的家里会比较介意小朋友去吃零食或者吃糖果。那你发了之后，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，有些爸爸妈妈讲故事送纸也不错，这种我是觉得很适合啊，就是玩一玩，玩坏了又不会心疼，然后。价值也不会太昂贵，就是拿到礼物，爸爸的家庭拿回家之后也不会觉得说拿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哦，那糖果真的比较不好了。我们也有送过，就是其实真的比较不好。所以后来我们的学校，他跟我老婆的学校其实都有讲说，就请爸爸妈妈不要尽量不要送糖果。哦，其实讲故事也不要送礼物了。我们应该就只有这一次会准备礼物了，因为我去讲故事讲了好几次，从来都没有准备过。那想说我老婆就想说这样子也是帮我。做一点准备，那至少有一次是有准备小礼物的，嗯，也蛮感谢我老婆的。要不然，其实我真的，虽然我是美工科跟那个设计科系毕业的，可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做这些东西啊。快做完了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越来越厚了，对不对？我先来，他们在做的时候，我先来把这个边边把吸尘器充电一下好了。我现在收一下吸尘器。做好再叫我一下，我来拍一下哦。要把它的夹角打开喽。这个先收好。妈妈做好叫我来看一下哦。我先把吸尘器收好。小飞机那个是彤彤自己的，没有要送的，我们自己的。这个三个是自己的，这个青蛙是你自己的吗？对。来，彤彤。纸箱哪里有纸箱？纸袋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也是一套的哦。这个是彤彤之前说的。好，等一下做好三只之后，我们一起来试玩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先充个电。我先充个电。哎，不能拍到我的裤子，我只穿内裤而已。我们三个人的裤子都不能拍到。我坐着讲好了，这样就只会拍到上半身，尽量不要拍到裤子。然后这个是，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
好，把它这个折下来。先专心看你们拍，做好了。这个角角折下来，这个快点，另外一边也折下来。好热哦，先调一下电风扇。折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步骤有点难哦。有没有靠这个线线跟这个折中间？青蛙的角角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折青蛙的那个，来往上面对折，折下去。好，再往下面折。再往前面折，压下去。好，翻过来。折好了吗？你看。哇，这只是彤彤有一起做吗？有。你看。然后看妈妈的也是折下来。我看妈妈的，这是哪个特写？哦，什么东西掉过来？这个啊。我看有没有拍照，是吧？哦，我再一次，我刚刚太近了，喷出来瞬间没拍到啊！1、2、3，哇，好帅哦！有一只青蛙翻肚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你们两只看黄色、绿色哪一只比较远？3，哦，黄色比较远，我要拉远一点，因为已经超出我的镜头能拍到的范围了。1、2、3，哦，黄色好能跳哦！再看看彤彤的，1、2、3，翻肚了。哦，好高哦！来，彤彤，这三只，我也想要玩一下，我也想要玩一下。彤彤，我跟你比赛，我们一人一只，一人一只好了。然后我有，这只给你，这只给我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用自己的。啊，我的点在这里。我的跳到你那里，你要跳到妈妈那里了。妈妈跳到我这里，我先好不好？看能不能跳到这里。你离妈妈太近了啦。我来，我看一下我的，来，预备，哔，哔。翻肚了，我就没有成功，换你，你跳到妈妈那里，耶，只有我成功，哟，我成功了，厉害的就他不会翻肚，哦，我小时候好像也有玩过，可是太久了，都忘记怎么做了，有，我碰到你了，成功，啊，彤彤，我知道了啦，你手手围一个圈，我看能不能跳进去，你手手围一个圈，他现在已经有更新的。有他来了，我要跳进你的圈，前进一点嘛，前进一点，这样子大圈一点嘛。不行，你不要在这。好，我跳进去。很小位置哦。我跳进去了，一二，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一二三，哎，看好，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人有三次机会。一二三，哎，你怎么圈圈还会动啊？圈圈是移动吧？不行，圈圈不能动。一二三，哎，我进去了。我都超过了、欸。一二三。啊，翻肚了自己。你上次机会。我上次啊，换妈妈做一个圈给他跳吗？我做一个圈来，我做一个，你跳到我的圈里来。妈妈先跳。有没有拍到啊？你的手太胖了。这样拍到吗？你看。你手没有胖。没有。哦，妈妈进了。啊，范彤彤你要吗？你要进我的手圈吗？你不想了，好了，那就这样了。哪一只是你的？你自己把它装好它的家。好的，然后，哎，这个小纸箱也可以装得进吗？那么帮你做一套了吗？哪一个？这是要给哪个？这个的吗？哦，我以为绿色配绿色一套的。那你现在又在折什么？房子吗？对。房子还是盒子？这样一组。哦，所以我明天就是问三个问题。三个，你可以四个，因为彤彤多折了一只。应该是彤彤自己要的，不是吗？是哦，不是啊，我是要绿色这只啊。啊，这只蓝色就给小朋友了。要吗？好啊。那你明天要直接带着玩吗？不用啊。不用啊，留在家里玩就好了哦。啊，彤彤，明天把机会让给别人啊。好。你们班，你们也有那个爸爸妈妈会去说故事。那个天鹅是我的啦。最近没有。那个天鹅是我的。天鹅，这个给你看。纸鹤。这个跟以前的纸鹤好像不一样。那个最精简版的，精简版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折法，很像真的，对不对？妈妈现在没时间，不然我就折一束玫瑰花让给你。你会折、哦？我会折川崎玫瑰啊。哦。母亲节说要折康乃馨，那、啊、你们万圣节有折什么吗？折南瓜。万圣节都是折小孩啊，折小孩骨头之类的。小孩骨头。妈妈开玩笑的啦。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啦，这个是我刚好在我面前，这个是那个皇后镇森林，皇后镇森林，就是我们去露营，这一次去露营的这个地方的 DM 导览图，
简单翻一下给各位看，它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玩的，其实两天一夜其实基本上真的玩不完。我们本来还很贪心，还想说就是可以再去三峡老街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，后来发现真的不用，在那个园区里面就玩不完了，对不对？里面好多东西哦，游泳可以游泳，可以玩沙，还有大草原，还可以喂羊。游泳池在这，游泳池也好漂亮。那我们住的地方在哪？我们住的地方哦，露营车在这。对，露营车。哦，可是我们住的不是这个颜色，我们住的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我们要这样走到游泳这里。对啊，哎，你的飞机掉了。下次还想去露营吗？要乖一点，爸爸妈妈在找时间。羊在这里，自然生态区，它的羊是可爱羊妹妹。看可爱羊妹妹啊，一般会想说绵羊，对不对？想讲到可爱这两个字，就会想到绵羊。它的不是，它的是山羊。然后有几只真的蛮凶的。山羊吗？有脚啊，羊妹妹哪有脚？这是绵羊哪有脚？然后后来妈妈有发现一点，我们昨天。后来有发现一只，它的我们喂羊的时候有一只特别凶，后来我们想是怎样的嘛？因为它有小宝宝。对，所以其实它不是凶，它是想要保护它的小宝宝，然后还有想要帮它小宝宝就是争取吃的东西了。多吃点。对啊。然后有一只很凶的，跟在那只第二凶的旁边，那个我老婆说是她的先生，对不对？她老公一直在旁边保护她。喂羊的影片我本来是想用随手拍的。就是直接就放上去，后来我觉得那只真的蛮有趣的，我觉得我想要一个钱，对，我就打算把喂羊的那只可能也会花点时间上一下配一下音乐，上一下字幕，然后之后再把它放上去，把它做好一点再放上去。这个还是要这个？不要。你看一下地图，它这边有写啦。哎，小朋友好聪明，它最后一张了。最后一张这边有比较详细的价钱吗？教你折要吗？我们住的是两大一小，如果是一般行程的话，大概是五千，假日是五千五，然后你加一千块六千四就可以升级成套装行程。所以我们是蛮推荐要升级的啊，这个部分我们在之后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，真的蛮推荐升级，升级差那一千块，多的东西非常的丰富，很值得。嗯，看起来好厉害哟。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上面的线线有没有？他们现在在折什么？钱包。还是钱包？这最后一个了吗？彤彤说他想要。好。来，彤彤这边对齐。妈妈说折纸最重要什么？折线，拿下去。好。这个折完我们就要洗澡了。往中间折。这边往中间折。另外一只手呢？没有来帮忙。中间折，好，来，这个点点折到这个点点，好，折上来，好，翻过来，另外一边也是，折到中间，另外一边折，折到中间，好，很好，已经折好了，往下折，另外一边往下折，折好了。要是你怕这边会弹起来，你可以拿小贴纸贴住。好了，这个也很精致耶，我现在才仔细看才发现跟我们一般看到的盒子不一样了，看起来是盒子，它是小钱包，小钱包很可爱。我可能有一点钱也会放进去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放一点小零钱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洗澡了，影片就先拍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Hello, hello.